在我开拍之前呢，我关掉俗称蓝牙喇叭，然后俗称还这样子哦。我还没化妆，看一下啦，你睡很漂亮吗？七早八早，太阳外面闪，这边有闪，我去冲凉。你冲不凉，然后下水啊？对哦，我去刷个牙。哎呦，我没有刷牙吃东西。Yeah. 你们可以接受吗？不会啊，很多女生都这样的。Nanny， 起床了。Nanny， 你是我们最晚在刷牙的。很累很累。累什么？培育，这样拍你要小一只哦。那就好，你很棒。我帅吗？我跟培育谁比较帅？没有。要拍人景了。请问谁比较帅？哇，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。主任的化妆时间。不要。出生素颜。不要。打死你了！很痛！我觉得你这个很痛啊！不要污蔑我啊，人污蔑我。好了，大家，今天是我们在泰国芭塔雅的第四天，然后这第四天呢，不要查我。因为第四天呢，我们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行程，我们今天就是去很多地方拍照这样子啦。不要查，很痛！你叫就叫，不要捏我奶头。哇，佩玉讲得好，佩玉讲多一次。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去帮大家玩水的，就是玩一些水上活动之类啊。但是我们来这边要去玩的时候哦，有三位朋友是讲不要去玩呐、啊。谁有佩玉跟主力？哈哈，佩玉我们要换成佩玉。六个人里面最胆小的就是 Danny 跟主力，他们两个就是很怕死，他们不敢玩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只，那个是讲他还过了哦，不要花钱。然后告诉你们真相，其实 Danny 不是怕水，他是怕下水头会。我觉得太过分了，所以就像刚刚佩玉讲了，我们今天本来是个很开心玩水的 vlog， 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 vlog。天哪！这个胆小鬼，刚刚的佩玉讲你会，我会带线上有，天哪，又讲出来呀，自己爆料。是，没人会吃，你是会吃什么？他会骂人。他没有，我们来到泰国没人吃 Seven Eleven 的，超省钱。有一个朋友赚很多钱，不要请我们吃东西哦。对啊，朋友真的很过分，业配那么多还不请我们吃饭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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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就是要拍朋友影片，我们平时是想拍影片，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可是拍朋友影片，我们就要我配合度很高哦，我绝对是让大家开心的起床，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。看着你有奶头，天妮，初老现象啊！你看这个天，不要瞪我，你不要再追我，走开啊！全部还捏我奶头。哦，你不懂我的实力到哪里。其实我们这个民宿是蛮舒服下来了，因为它就是有两间房间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私人泳池这样子。虽然这个泳池没有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就够了啦。泰国好热哦，你们可以快点吗？你们500年哦。乒乓。给你走啊呀！哇，哎，讲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要弄我、啊？对不起，没有你个练习到你。你吃大便。给机会嘛！来，不要吵！啊！你要笑，不要笑！啊！对不起，不要笑我，我按爆你！对不起，不要笑我，我打死我你！不要笑我，不要笑我！不要笑我！不要笑我！谁是王八蛋？谁是王八蛋？我操！不要笑我。
想偷笑。又要穿经典裤子啊？哇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谁的错？不要把老相机。还有吗？我的手。Action 记者报道。我跟你有任何关系吗？请问记者，你有试过访问到一半被人家脱裤子吗？关系为何？啊！不要看！请问你跟什么关系？我只想跟你有关系。他也好熟练哦，他明明单身，上厕所原来应该是很常去。我很累。二十八先看有关系，蔡主播报道到这边，谢谢。各位，我们刚刚拍完朋友的影片，我们今天白天的时间剩下不多，因为朋友用我们太多时间了，赶紧上机。各位。我用信心做保证，长远的 vlog 会比我的游戏更早出。裴勇刚刚跟佩已经在一起了。啊！哎，你们看佩，佩跟裴勇在水里面。怕我相机中水，我要钓鱼啊！我们要出门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啊！我蟑螂！你让我吓不完了。要打我 ！Everybody move your ass, move your ass, move your ass, yeah yeah。Danny太配合我了，我自己都吓到了。陈培勇全出了，那等你啊！终于等到培勇好了。培勇拍一个影片很久啊，阿boy走了，阿boy，我还是有点伤心啊。本来现在应该在玩水上活动哦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只有三个人不来玩。你要体谅点，你海水太危险了。培勇也是有一天的，我们是要叫 Dead Sea Service。应给反应，初老现象啊 ，Danny。当你老了，我还年轻；当你肥了，大家是不是在做效果？没有，其实效果是讲出来，可是就是看得出，看得出就不是效果了。啊！昨天常勇本来要买那个有一个女生裸体的衣服的，对，讲出来。本来大家要买那种女生是屁股啊、乳沟啊，结果他们因为某些原因不买啊。上车时间。来，到底前面的位置谁坐呢？掌声欢迎佩仪。各位观众，而家我哋到咗嗰个嘟嘟 beach 啊，点啦？不老现象啊，不耐烦的第一个征兆。原来这里不可以带食物跟饮料。佩仪自身就是一个食物，冬天囤积的食物仓库。你不要这样拍，我会很胖。瘦啊，那就可以。但主力在你隔壁，你就变胖了。走开。看到海边代表什么？美女，有比基尼。所以才有事来看大妹的。这个这样子讲出来呀、啊，他说什么实话？可以有个实话来的。你干嘛用我的金句了？哎呦，我们400多块拖鞋进啥了？错，是469块。啊！喂喂妈！喂 ，sorry。喂，艾丽去排队拿号码。还有15个号码还到我们。那因为太多了，毕竟这是一个网美打卡的地方，让我们这种网帅来。我跟 Danny 裴勇不在里面，我呢？你是王丑，王帅在一起，王丑站远一点。我今天当王帅的助理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yeah welcome to Thailand today I bring this to Hamson guy can I have happy ending no no 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 here this is to Jun มามุนายเนี่ยนะเฮ้ยมาอ่านเนี่ยอ๋ออ๋อ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คดีบีชายเยอะ跑了，我只蹲个3秒。
喜欢吗？王美主令出来了 ，The Bitch Bitch。我们终于有位置了，没有。这个姿势很不对，我们这个沙发有限，我每个人都 share， 除了佩玉一个人要一张哦。哎，打我怎么是裴勇？你搞我！两个废物，大废物，小废物。哎，讲错了，讲错了，超大废物，小废物，不要吃。主任跟Danny还没有来。哟，我们来到了 Tutu Beach， 欢迎收看我的 vlo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ny。今天来当个完美的一天，完美的一毛，完美的大XX。哎呦，开玩笑吗？这是暗示的一种哦。啊，暗示暗示，一直聊色的东西。好，好屁啊！通常完美是这样拍照。哇，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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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那个 friend。当一个网美这样拍照，那两个网美是这样拍。不要太大庭广众，这样泰国没人认识我们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子。好爱做自己哦，泰国。这个时候呢，要事业线拉低啊！你可以不要乱发出这种声音吗？美美的一个环境就这样子被这种恶心的人破坏掉了。很像哦。当你的女朋友跟小三一起出来玩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和和睦睦。吃穷的话就不要随便开一个话题。吃完了，我们要开工了。为什么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不准！这很好看，这就是我们两个在这画面上面、啊、更好看。地表最强同框，同框仙女，她要帮我们上点特效。刚吃完薯条了，有牙签吗？掉一下，牙签。我那有。你有啊？你有牙签？牙签给我，我只有电线杆，你要不要？你牙签来了，这是佩玉的梗。他说我一定要在松松的讲出来。所以他还说，我没有牙签。明明就有，还不承认。这里真的太糗了，真的很糗。想睡觉哦，我也是，我想要睡一下。初老现象，他想跟我睡。闭目养神，闭目养神。哦，这种声音。哦。他还发的是这种声音。咬我奶头啊！宝贝，别动一下，这里有个空位哦，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下面很多空位，因为牙签。你吃培宇，你要过来这里坐吗？其实培勇跟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吃你啊？我该不是啊、哦？不要讲啊！那，我剪掉，我剪掉，真的不要讲。好了，为什么常勇每一年来泰国，还来找一个泰国妹？可以讲吗？欸、不要讲，真的不要讲，可以讲吗？不要讲，对不起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我觉得 OK， 是真的不要讲。将我整段删掉完了、嗯，但是我昨天拍你们牵手，我不要放啊。观众，如果你们觉得佩玉是一个很爱乱搞男女关系的一个女生，没有错，她就是。你们不要误会 ，Yes， this is true。那佩玉认真回答、哦，你比较想跟我还是常勇睡在一起？好，我不想。认真嘛？他其实都想啦。来啊，晚上我们三个一起睡啊。是你们要公开啊？佩玉，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公开了，是时候公开我们的母子关系。妈妈，我要喝黏黏。你的肤色是什么回事？在我隔壁地方在黑啊。我像不像泰国人呢？你就是我的泰国妹。王美，王美，王胖，王胖，看我一下，耶、yeah, ！拍王美照，我们要拍那个旅行的合照。哇，老尹叫罗汉，不要靠近我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！好，录完了。赢了，干你了！各位，我们头上这个帽子呢，是佩从台湾带过来的，是我花钱的，所以一个大概马币三四十块，记得还钱哦。我们让鱼归海吧。还不敢丢，还不敢丢，还不敢丢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孬种。来，我的鱼鱼战士们，戴头套。戴。我戴你。哇，现在这么暗，我拍好像白天间哦。因为我 ISO 又开了25600。常勇为了做这个 prank 呢，买了200只。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在这边留言，我们叫常勇 giveaway。亲自寄到你的家。现在我要帮这对新情侣拍他们情侣照。什么情侣照？在一起的第一天。他们在一起第一天的拍立得，来。什么情侣照？婚纱照。太烂了吧。没有预算啦。竟然把我们的小三让出去了。喜欢的观众在下面留言，把拍立得送出去。喜欢的观众在这里留言，我把拍立得相机送出去哦。哇！第一天吵架了吗？第一天就要分手了吗？给大家喜欢，我会送出去哦。送你头了。大家如果真的喜欢这个拍立得的话，留言。
钱送出去，没有留言佩玉胖胖胖，我们就马上送出去。好耶，最多个胖就送出去。对，越多的越多机会啊！哇，好恩爱哦。OK， 留言最多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拍立得送出去，大家都想送出去哦。Let's go！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跟上来哟、哦！你的旗？今天带你们去红灯区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你们拿常有的旗。哇！我亲眼都吓到你，真的吗？我们看书生很喜欢这样放闪的表情、啊，因为书生害羞的表情，嗯，人家好喜欢呢、哦。书生。那个浪费我一件怎样？现在到我们的吃晚餐时间，今天应该是我们在泰国巴达雅最后一晚的晚餐。I like to eat, eat, eat。现在我们人就在巴达雅的 Walking Street 那边，我们就是带裴勇来看红灯区，是常勇自己要看，裴勇要讲要带我来看，我们带裴勇来成为一个真正男人。你们看裴勇看到炯炯有神，我拍下来了，不要拍了。我要死了！拍拍拍！耶，我们回到民宿了。刚刚朋友就在红灯街那边，我们等了他一个小时啊。喂，你不要乱讲话！不要乱讲话！哎，这个真的会害死人。不可以讲啊！不要乱讲话了。前提是他跟佩玉在那边一个小时。没有，这个整个旅程呢，完完全全是常勇跟书生一直要去红灯区，要看乒乓球，要看夹球什么之类等等，他们很爱。看一个小时 OK 吗？你不要乱讲话了，妈咪在看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哎、真的 ，I am a good boy。你不要乱讲话，够了。你想讲什么？书生讲什么？真的没有这样。够了够了够了，该是追我，你不要跑。好，我们一边到这里就是谢谢。其实不会生气的啦，我觉得不会。够了，求求你，这个太 over 了，这个真的太 over 了。开坑，对了，吵死他。大家以为不要打我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泰国之旅就到这边。哎，我 ending 我没在讲了。虽然我们今天去的地方不是很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啦，可是我们还是去年那句话，什么话朋友？注重的不是地方，是人。啊，什么这样难听？好难听哦，整个。旅行重点不在于景点，而是跟谁去。哇耶！所以我很后悔了。希望我们的智障团队呢，可以继续玩下去了。希望我们可以玩哦。这是我穿了两个晚上的。还不 end， 还不 end， 怎么 end？ Danny， 刚刚等佩勇会太久吗？很久一下，一个小时哦。到底要拍几百次？ Danny， 你不可以。我等一个小时上厕所大便。我讲话，你如果再拍，我跟你讲。拜拜。拜。拜拜。